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伟哥。王者荣耀干将 S25 赛季的80级战灵皮肤特效来了，下面一起来看看吧。这次干将莫邪的战灵皮肤造型只有莫邪没有干将。干将是莫邪用魔法变出来的锅炉，出场动画就是展现莫邪如何把干将变出来的过程。终于，欢迎回家。技能特效以紫色和金黄色为主，普攻的特效一下紫色一下黄色。一技能的特效像很多烛台，上面还有魔法变出来的火焰。世上没有永恒的魔法，除了爱。二三技能丢出的特效不仅颜色不同，造型也不一样，黄色是剑的造型，紫色则类似一只小鸟。大招开启后，有紫色小鸟和黄色物体围绕身边，大招丢出的二三技能看起来也是非常酷炫的。小伙伴，你们觉得干将莫邪的战灵皮肤特效如何呢？特别是干将变成锅炉的造型如何看待？